听你讲什么故事啊？好无聊啊，好无聊。你会无聊吗？不会，我在看故事，对不对？故事。这本书看起来很有聊的感觉，一点都不无聊。怎么里面的人都这么无聊？你看，无聊到瘫倒在沙发上。那你还记得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吗？还是忘记了？吉竹伸纪。对，就是你很喜欢的一个作者之一。你有看过他的什么书？爷爷的天堂笔记本，这是一颗苹果吗？什么之类的。他好几本书我们都看过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无聊。不止他们无聊啊，你看这里好多东西都好无聊，连饭菜上面、政治人物的宣传车、房子的气球、这个纸条上面。啊，都上面都写的我好无聊啊，或是你好无聊啊，连外太空里的太空人都无聊了，怎么办？大家都无聊，连擦屁股的时候都无聊。因为太空人没有做的东西，所以他就很无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只能捡石头，捡石头什么？他到月球上捡石头吗？好啦，那我们来看看这本好无聊啊，好无聊。嗯。我觉得有点无聊欸，我家的玩具全部都不好玩，今天的电视节目也都不好看。妈妈，我觉得有点无聊欸。觉得无聊就自己找点事情做啊。你看妈妈忙得要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么无聊，自己找事啊？唉，真无聊。话说回来，我这么无聊，到底是谁害的？为什么我会觉得无聊呢？无聊到底是什么呢？例如有一种游戏叫做绑肉粽转圈圈，真的很好玩呢，哈哈哈哈。但是接下来呢？如果只是被绑成肉粽，就好像很无聊耶。到底要绑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维持同样的姿势，好像也蛮无聊的。那我稍微改变一下屁股坐的位置，这样会不会比较有趣呢？来试试看吧。从这里开始哦，移移，挪一挪，磨一磨，动一动，再挪一挪，这样好像很好玩哦。移移，滑一滑，动一动，再滑一滑。但是这样只有变好玩一点点而已耶。如果跟平常有一点不同，应该就算有趣吧。所以可以做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本来是这样，可以手插鼻孔，把裤子拉到肩膀上，或是露出单边的肩膀，还是把一只鱼戴在头上，又或者是把衣服的领口拉到头的地方。或者是拿蝎子当作手套戴，再不然就是身上挂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是不是真的越不同就越有趣呢？这种公园好像很好玩耶，这种公园看起来就很无聊了。不过如果在这里调皮捣蛋，说不定会很好玩哦。自己不关心的事，大概就会觉得无聊吧。这些草很好吃哦。你不吃吗？事情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时，是不是也会觉得无聊呢？他本来是要做什么？一匹飞马。请问这是河马吗？怎么飞马变成了河马？不知道地上的小虫会不会觉得无聊啊？自动贩卖机也这么认为吗？它掉在路上的石头呢？吸管套呢？绒毛娃娃的屁屁呢？室外的冷气机也会这么想吗？因为穿了脚会痛而被丢在墙角的鞋子呢？因为太硬而被留在盘子上的红萝卜呢？笔芯断掉的铅笔呢？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奇怪小零件呢？他们是不是都觉得好无聊啊？
你觉得他们无不无聊？很无聊是不是？绒毛娃的娃娃，他屁股很无聊吗？应该啊，好可爱哦。很可爱是不是。世界上最无聊的游乐园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比如说摩天轮很低，云霄飞车很慢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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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然后连那个海盗船都故障了，所以不能坐。卡通人偶看起来很累的样子，果汁喝起来温温的，一点都不冰凉。游戏太简单了，一下就破关了。鬼屋，哎，实在太不逼真了，看起来都是假假的。啊，外面还贴着道歉启事，因为实在太无聊。这就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游乐园。哇，那真的很讨厌呢，我才不想去那种游乐园呢。咦？没想到拼命想无聊的事，居然还蛮好玩的耶！明明是无聊，却很好玩，真奇怪。话说回来，这世界难道只分成无聊和好玩吗？一定是无聊，要不然就是好玩吗？是吗？无聊、好玩、好玩、无聊，咦？有没有可能达到平衡点呢？仔细一想，有时候只是脑筋一片空白吧。例如换衣服的时候、刷牙的时候、蹲马桶的时候、等红绿灯的时候，都不会想什么事情啊，是不是就是无聊？还有那种虽然不算好玩，但也不觉得无聊的心情，该怎么分类才好呢？例如剥蛋壳的时候，比闹钟更早醒来的时候，或者搭公车的时候。这样到底算无聊还是好玩呢？究竟是谁想出无聊这个词呢？是观察耶，好像是耶。那个人为什么觉得无聊啊？是观察爷爷出现啊。如果有300个无聊的人聚在一起的话，会不会变得更有趣啊？还是无聊感会增加300倍呢？诶，大家都无聊，大家都面无表情呢，怎么那么无聊？连小婴儿都无聊。几岁的时候最容易觉得无聊呢？刚出生，一岁、两岁、三岁、四岁、五岁、六岁、七岁、八岁、九岁、十岁，还是一直到你老了呢？请问爷爷，从小到大，您觉得最无聊的事是什么啊？这个嘛，爷爷在讲人生中最无聊的事实，好像很快乐诶，是不是随着时间过去，这些无聊的事就会变得好玩呢？有没有看起来好像很有趣，其实是很无聊的人呢？有没有看起来好像很无聊，其实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人呢？你觉得这里面的人哪一个看起来最有趣啊？我觉得是这个。我觉得好可爱哦。哪一个看起来最有趣？这个最可爱，他眼睛。他也很可爱。那你觉得哪一个看起来最无聊？这个。哦，他看起来最无聊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蛮无聊的。但他们不知道觉得他们自己是无聊还是有趣。大人们觉得无聊的时候都怎么做呢？这是大人的乐园吗？一定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小孩不知道的吧？这个是乐园。它上面写的是大人的乐园啊，不知道通到哪里。请问爸爸，当大人是不是很好玩呢？好玩啊。真的都不会无聊吗？这个嘛，有时候也会觉得无聊啊。不论是多无聊的事，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，事情就变得很好玩咯。比如说什么都没有的公园可以画上迷宫啊，迷宫画好咯。可以从起点开始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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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糟糕，走到十路了，再从这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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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可以成功吗？耶，我走到终点了。而且呢，正因为有这些无聊的事情，所以有趣的事情就变得更有趣啊，对不对？上坡下坡，上坡下坡，对，有下坡就有上坡，有上坡就有下坡啊。嗯，听起来似乎真的是如此哎，爸爸说的很有道理哦。可是呢，爸爸说的这些话我之前早就听过了，哎，真无聊。他居然这样说他爸爸，真的是好无聊啊，好无聊。听完以后嘛，我比较不无聊。这本书还蛮有聊哎，很有趣哎。这里还有，好无聊啊，好无聊。如果怎么样就太无聊的了。你看，这边有他的书，我们前几天才看的。猜猜我在比什么？然后这三本我们家里也有，这个我们也家里也有，对不对？这都很好看。好啦，这就是吉竹伸介的啊，好无聊啊！我好无聊，我看了这本书啊，真无聊。那我们去睡个觉好了。我不想睡个觉。